大家好，我是郑伟星，我在这部戏《顶序员》饰演杨志豪这个角色。他在这部戏是一个很爱家的大哥，所以他很疼他的弟妹。在这部戏，他有一些瓜葛啊，跟他的三弟志远，因为某种原因，什么原因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对这部戏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部戏比较特别啦，我在这部戏饰演反派，演志豪这个人是不会表达他的感觉出来，所以是一个笑里藏刀啦，不懂他在想什么，所以没有演过这种角色啊，很感觉很新鲜。还有在这部戏也跟我们的阿姐贤环有很多对手戏，怎样的对手戏你们就看吧，记得收看顶序员。